门外生活开发年代来的。如果会在地间乡定落做条件，四乡地间人拢会蜂拥而来，人山人海的流入。还有人专门落瑞铁特殊，捡起长长的大德糕，也是有人站起来砸着北南的四山，只闻起德糕风的扫过去，轻轻卡着。啊，早晚把电风扇。啊，那咁对呢？哦，我也是叫我父亲出来。哦，你两样可钓起啊？不？我爱啊。你以前又系用钓起啊？哎，我当初太重了，错咧。哦。惊死吧！迄当初真惊个。你好，乖妹。你好。姐姐。妹妹。姐姐。哦，你有带孙仔来睇到嘅，哦，你看谁嘅？要到攞只最火咧，只做人老叫我名，阿姐。哦，诶，你看在今天该做你，做到嘅吼。我今日是我自做咯。啊，自做啦。吊山俗语三间巷半米晃，半米晃其实是一句吊脚戏文。吊脚伊南戏因病之声，是前腔东方音门的戏文，俗称腔官话。南戏通入乐坛早，到吉木当独掌的加入吊山黄安，直出戏官调十天。以前上半暝腔吊音，下半暝腔官音，官暝黄转的做法就叫做官暝黄。又走到香港演出的戏团，四海为家，处处家。到路上，伊能收获光景的掌声，也收获爱情的歌声。我是十九岁来吉汤，我就跟我老师吧，就是我老平海人。哦。嗯、我老平海人。嗯。就侬能收作的咯。是是是是是。那你个丈夫确实也是做这方面的。我的丈夫伊拉做只男主角小生。哦，男主角小生。哦，就像唐太阳的一个帅哥。因为做老家电视对二胡音乐的喜爱，心疼将个着结结网。伊个大早囝从山头戏校毕业之后，到戏团来到担任旦角。最早囝是跟当着结音乐偏角，则变东洋青到2005年直头走红。一家人拢痴迷到钓脚个艺术天地来对，所以咱这个细手囝呢，咩工课卖，喜欢那平脚，你若说那平脚不是用过个事啊，嗯，那鱼脚呢一脚做半，你平去好了啊，就是好鱼啊，平去毛就是糟粕啊，那这个大手囝呢，心很安啊，是九八届个山头乡毕业生，读五年啊，哦，嗯，但呢。就这种一个改良的枪林大成就，加从表演的情绪方面呢，非常投入啊，算作是一个比较王者的。从春香灯、苏兰鸟、唐三红鸟、九十五光，这处处雕刻，唱了一道又一道，如诗般优美婉妙的腔势。含着牛羊婉转美妙的调调，和音妖妖，韵味幽深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调脚犹如一泓茫茫流淌的江江水流，将东方民族的人民来提升。东后情味香，沙瓜精海内外调整的心境。